大不了等朱一叔一来，我配合你们就是了。配合？嗯。你怎么配合我们的？和我们一起抓朱一叔吗？嗯。嗯。哎呀，这据我分析啊，你抓我过来当人质呢，是为了救你那几个兄弟，对吧？依我看呢，你是个好人，所以你那些兄弟啊，肯定也是好人。我会帮你们的。虽然我在结果上，是不可以决定什么，但是在形式上，我是可以配合一下的。怎么样？行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嗯，要不然，你跟我说说朱一叔小时候的事情吧。哎呀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我一个人说了这么半天，你们一句话都不说，怎么回事嘛？那好吧，那我就说一些让你们感兴趣的事情。曾大哥，你是怎么认定是朱一叔杀了你老婆的？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会怀疑他呢？我当时看到屋里面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娇娇满脸是血躺在地上，朱一叔身边还放着枪，难道我亲眼看到的还会有假吗？你亲眼看到他杀人了吗？没有吧。有些事情不能光用眼睛看，一定要用心。这儿。哎，老杜，快快快，他来了！你快也挟持我呀！哎，刀，快快快，把刀架在这儿。朱一叔他来了。这儿。朱一叔，这儿，救我！救我！玉，朱一叔，快救我！琪琪哥，你没事吧？有事儿，有事儿，快救我呀！师兄，嫂子的事情，好了，是那天。今天我们不说这个。你把我四个兄弟放了，要不然我杀了他。师兄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别难为他。他是你的女人，我不难为他，难为谁啊？他不是我的女人。不是，那就算他倒霉。我杀了他，出出这口气。师兄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老杜，动手。怎么动真格的了？等等，把他放了吧，他又不是你的女人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老杜，别跟他废话，动手。他是我的女人。哼，那就好，既然他是你的女人，那就拿我兄弟的性命换回他的性命。师兄，你知道我是一个警察，我根本没有权利那样做。师兄，别难为他了，让他走。好，我信你。可从今以后，你休想再见到他。老杜，咱们走。走，师兄。等等，师兄，这样，我们一命换一命。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把他放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？已经出现过一次像嫂子那样的悲剧了，难道这一次还要伤及无辜吗？大哥，别听他花言巧语。老杜，放人。大哥，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。放了他。大哥，放了他。
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朱玉书，你知道玉面飞龙是怎么死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时就在鹰嘴坳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朱一书，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但你心里应该清楚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朱一书，你口口声声说警察所做的都应该是维护正义之事，可你说那帮警察所做的那些下三滥的行为简直是猪狗不如。老董，我们走。撤！撤！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这小子总算落单了。你笑什么呀？我是你的女人吗？啊，就算我承认了也说明不了什么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你阿爸还等着你呢。停下。你呀就老老实实坐着吧。停下。啊，停下。哎，曾石洛，曾石洛，曾石洛，我说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当然是让他回来，拿我当人质啊！当人质的时候我还有个名分，现在倒好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？还胡闹什么呀？别走！走走。你快走，我对付他们。不行，你不走我也不走。没时间说了，走。哎，打！上！哎，朱一书，你的死期到了！我求求你们，你不要杀他好不好？你要杀就杀我吧！老子还舍不得呢！曾石洛，大哥，撤吧！朱一书，朱一书，朱一书。师弟，师弟，你没事儿。师兄从小到大，只要我一出事，
都是你来收拾烂摊子的。朱医生，朱医生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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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吁！快来人啊！朱医生他受伤了，快出来！来来来来，快进屋，哎，快点，小心啊！放床上，各位，轻点轻点，小心！大娘，好，朱医生，朱医生，他不会死吧？瞎说什么呀！我哥命大着呢。谁干的？曾守洛吗？我去杀了他！喂，不是，是江亮。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他们，朱医生一个人跟他们好几个人打，最后没有子弹了，是曾守洛救了我们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找大夫啊！快走走走，快去拿水啊！大夫，哎，好，走，拿水。来了来了。快点啊，我去拿水，你去找大夫。哎，好。朱医叔，大哥，依你看刚才要查朱医叔的是什么人？不好说，武功不怎么样，枪倒是不少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路子。老杜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个人面熟啊？你是说个高的那个？我怎么看着那么像老三呢？我看着也像。可是他和朱一叔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杀他？杨果看家，各为其主吧。朱一叔得罪的人太多，想杀他的人多的是。走吧。哼，驾，走，驾。